山飘雪，角度这样景象圆满。金王宫，诸位委员贵宾到，并无诸位同路往，一同。咱市委员李忠平，罗主贵姓，中央杨兄弟，三万块的，前一敬拜，一拜。中正上行，祈福作文，可以接这种行，万事吉祥，六神通利，四德开中，金发心情，一万分量，香烟悠悠，车行更好，香烟矮矮，吉祥花开，香烟矮矮，好天开。今台南市安南区青草里青草街一段456-35号，关金水柱街主人9月9日，青草里青草中中秋欢迎不错，陈千秋，主席委员郭先生，今有诸位同往，协同单指挥啊李永庆。罗主贵姓，领大主席书，干部众下，拜请先生门下，传扬奉旨，道祖东龙，福祉员传道上元一品，天官赐福，地理台地，中元二品，地官下地，升起台地，下元三品，水官开的，上阴台地。三元三品三官大帝，福祉员传道，孝悌金像，无上至尊，主持妙悟，悉罗至尊，永上帝陛下，玉前问津，福祉玉家，东兴供养，既有灭财救，幸福佑，消灾解厄之福，必可并进，合家平安，共处上门。礼拜上座，一位天文之主，家住民国189年号，农历9月15日，五德良行。下清王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先生，并有诸位文武方，各同市议员李忠平、罗主贵姓、领大主席书全体委员众落下，秉持节仪，必守叩拜。恭敬杨上帝，三官大帝，行三敬拜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十香。青草轮，青王宫，恭祝观音佛祖，福诞万寿。清王宫主任委员郭先生，并有诸位同路方，协同台南市议会议员李忠平、罗主贵议长及全体委员、主席书、干部众落下，恭候清王宫观音佛祖功德尊荣，中大万岁，五大上，今日日升神。行一敬拜，一拜，恭读素文，何以心向五祖，仰贫圣德，天涯甘霖，普降凡情，报福如乾坤之大，受恩如江海之深。圣德为我重新感激，心温互动，礼俗念恩，今古一息天下南疆无丘。台南市安南区青草里青草街二段456-65号，元金家主年农历9月19日，节日良辰，
恭祝本宫观音佛祖福诞万寿，十万分享吉祥福源。本宫遵凭明无主意，董如芳、蔡莲博、李昭顺、明无主意、李进条，主任委员郭先龙，副主任委员郭先威，秘书郭茂荣，执行长郭万山，总干事郭金条，副创办事郭秋红，常务勘查郭英宏，总务郭金典，会计何玉基，路主郭义成，及全体委员，改合顾问团，女主郭红仪，众罗汉，天地青花，紫酒，三星，四果，青茶，山珍海味，菜碗，汤果，果品，寿桃、寿米、碧竹、寿金等，天成风景，仰天性格，敬请甘纳，禀受吉安吉福信书，本命光彩，蓝天碧福，禄乐千祥，财源广进，并有事业发达，合府平安顺利，恭祝金寿，双方福旺，福旺盛行隆盛，天文岁数，家住民国一百零九年，农历九月十九日，金寿庆年。秦王宫恭祝观音佛祖福诞万寿。主任委员郭先道，民务主委彭如芳，协同台市会议员李忠勤，路主郭义成，及主席司干部张罗下，恭向观音佛祖功德尊王中大万岁，五福大众，及列位尊神行三敬拜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集香。秦王宫恭祝观音佛祖福诞万寿，行三献礼。主席者由主任委员郭先龙主席，委员者民务主委彭如芳，市议员李忠勤，路主郭义成及主席司干部张罗下，初敬献献花。敬拜，集花，再敬献献歌。敬拜，集歌，三敬献上寿香。敬拜，集香，里面的方面，我懂。
恭祝观音祖圣佛诞万寿。青龙宫主任委员郭新栋，民务主委彭国峰，协同市议员李良平，卢主郭义正，及主席处干部众落下，恭向观音菩萨功德尊龙中坛万岁五大将，今日李尊神行三跪九叩首，一跪。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，起。再跪，再叩首，五叩首，六叩首。起，三跪，七叩首，八叩首，弯叩首，请起，恭祝观音菩萨佛诞万寿。青龙宫主任委员郭新栋，民务主委彭如峰，协同市会议员李忠杰，卢主郭义正，及主席处干部众留下，恭向观音菩萨功德尊龙中坛万岁，五虎大将。入殿去尊神，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
中，中，中。